欢迎收看爸爸陪我玩，我是阿松。大家好，今天我要准备介绍三款规则很简单容易上手的桌游给大家，然后呢，让大家不管是露营或出游的时候都可以带去跟大家同乐，更棒的是可以让你的孩子远离山西。那规则很简单，所以大人有可能会输哦。爸爸们，你们准备好面对挫折了吗？爸爸陪我玩 Go！请关灯，躲起来，躲好喽，开始。好了，叫我。好了。好了。好，我要掷骰子啦。哎，四点，箭头是在这边。一、二、三、四。哦，抓到了，我抓到啦！没关系啊，你们要想办法来救他。我要把面罩拿下来了。可以再一次，对，没错，六步，一二三四五六，耶！我等一下可以转弯了，哈哈。有吗？没有，好。两步，我要转弯，弯进森林里面，呵呵。你一步，两步，没有，都还没有。啊，我才没有。怎么这么难啊？哦吼吼，我看到了。哎，你看到了。你们摆这么过来，很难不看到啊。哦，哦，离好远哦！变坏。三步。好坏。一二三耶，我又可以转弯了。有照到吗？没。啊，没有。你们该不会要赢了吧？一只都没抓到。你们知道怎么样会赢吗？知道，全部在家。四步，哦，转弯了，我觉得一定在这边。转弯。那我们放在。一二三四。哎，不是，没有，没有，还没有，太难了吧？叫小精灵回家吃饭这么难？我没有看啊。你看了。可以了吗？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哎，一只都没有了，不见了，通通不见了。两点。两点钟。一二，哇，没有了啊！你们六只凑在一起了吗？还有五只，还没有，好好好，那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好了，哎，吓死人呢，都没有。四点，箭头在哪？箭头在这边。一，二三四，还是没有。他们都在一起。真的吗？你自己超出这棵树跳。哇！OK。恭喜你们赢了，好厉害哦！现在我们玩的游戏是看谁先把自己的屁股八两小猪变成脏兮兮小猪就赢了。
泥巴找卡，玩家可以用这张牌把自己的一只干净小猪变成脏小猪。猪色卡可以保护一只小猪不被雨淋到。下雨卡，所有没有在猪色里的脏小猪都会变成干净小猪哦，连玩家自己的猪也一样哦。农夫洗小猪卡，玩家可以用这张卡指定其他玩家的一只脏小猪被洗干净。幸运小鸟卡可以用这张牌跟手中的另外两张牌同时打出。三只小猪们准备好了没有？把你们牌拿出来。好，从年纪最小的开始。哦，盖房子。你盖了房子啊？帮小猪盖房子，我看。啊，你现在拿到什么牌？哎，我怎么？哦，所以很聪明啊，没有被我骗。干小猪。啊，你拿到什么牌？不告诉你。那小乖姐姐呢？盖房子。哎，你也盖房子，要记得拿一张，拿一张。换我，我要把我的牌。变成张小猪，哇哈哈！先变三只张小猪，我就要赢了，嘿嘿。啊，你洗我，洗他。你不洗他？你洗他，你洗姐姐。哎呦，这么厉害！啊，换你，换你，换你。下雨。啊，下雨！张小猪被洗干净了，那换我喽。我要再变张小猪，江江，我再抽一张牌。我要再变干净小猪。啊！洗我的干净小猪。那再换我，继续变张小猪，耶！你太烂了吧！金腾，快点，洗我猪猪，又是洗我猪猪，还好。什么？幸运卡，原来可以是再出两张了。嗯，真的，他如果再出两个漂亮小猪，他就赢了。该不会？请放出来哦！他赢了，怎么那么厉害？小朋友，不管是张小猪还是学美猪，记得要有三只猪，赢了之后才能学猪叫哦，知不知道？你们都还没赢就一直叫，拢无人咧听我讲话嘛？你知道非洲有一棵树很大吗？它叫做巴欧巴树，是一个神木。你们有人知道吗？我告诉你，就是这一棵，它是真的在非洲有这棵树，真的真的真的。你们上网去查究。那为什么叫神木？因为它上面住了非常多的动物。我跟你们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上面的动物一只一只让它住进去。然后呢，但是你放的过程中啊，你搬到不一样的动物，你就要学那个动物叫声。然后放上去的时候呢？最先把自己手上的牌都放上去的人就赢了，但如果那个牌放上去的过程掉下来了，你就要被扣一分。一个人最多三张，最少一张。你要先吗？好，那让你先吧，请年纪最小的先。你要放几张？大声一点，打开我看看。哎呦，哎呦，好，那你会放吗？那请放。啊，这是树叶，所以它随便放都可以。但这个是花。两个姐姐，花土的地方就要放在花树的外面。好哟，欢迎。一张是什么？猴子。那你会学猴子叫吗？学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是什么。蜜蜂，你要先学蜜蜂叫。嗯，哈哈哈哈。啊，来放，蜜蜂可以随便放。好，那我要出。三张，那你们看一下大的你有多厉害。第一张，那、啊、第一张是抱，你知道抱怎么抱吗？要拿这个三十公分以上，然后放下去。可是你看现在呢，上面有蜜蜂，不能被蜜蜂刺到，抱被蜜蜂刺到就要掉下来，所以我只能放边边。你看超难的。你放啊！哦，没有刺到哎，你看没有被蜜蜂。对啊，我以为会掉下来，我已经擦好了。三张嘛，第二张是什么呢？树，先赶快把它盖住。不要，我再不要当大好人，盖住，等一下就让你们，哎，你们也会被刺到哦。可是你到时候动物也会。我可以放我的抱上面。第三张是什么？蝙蝠，你看你不救我，真的，我不救我自己。好吧，蝙蝠要怎么放，你知道吗？
对，闭起来。冰冰啊，三十公分。看不到东西。冰冰冰冰好的，扣一分呢。换你了，记，小心一点，为你。是什么？什么价？哎呦喂，在吸收，哦有声音，好，可以可以可以，有价了有价了，很好。啊哈哈哈！你这一张算吗？他年纪最小，我们让他再放一次可以吗？好，再来一次。哦，太厉害了，卡住了，换你，涵涵，你要放几张？几张？是什么？也是大嘴鸟，叫一下。有有有有，哎呦有有有，好好好 ，OK， 要用色的哦。我会让你再一次，因为你跟他一样年纪。哇啊！不好意思，这两张掉的要算你的啦。不是还有这张吗？这张？哦，那你有三张，你有几张？我要吃一张。好，看。那你会叫吗？我告诉你们，大嘴鸟应该怎么叫？大嘴鸟应该要叫大嘴，大嘴，大嘴。哈哈哈哈哈！来，放放放。也给你一次机会，你是小朋友，要射哦！啊，好的，接下来换我了哈。你们觉得我要放几张？三张。为什么我又要放三张？本来就是嘛。我是大人就要三张吗？对啊。我看一下第一张是什么？大嘴。这个是要亲亲。要亲亲吗？第二张树哦，我要把那个蜜蜂遮起来。第三张蛇，嘿嘿，蛇怎么放出的？杵在外面，但是蛇要因为是用缠绕的，是要插进去。但是我不会缠绕，那你插进去。好，好了，你还放几张？两张。一次一张，先拿出来。第一张是什么？哦，花，请放花。你放蝙蝠哦，眼睛要闭起来，高高的，高高的。好，请放。啊，眼睛闭起来。三，开始。哦，啊，差一点。姐姐要放这张，第一张是什么？啊，变色龙。变色龙的意思是你放在什么上面，它就变那样，所以都可以。你放哪里？哦，它像树叶一样，黄黄的要在外面啊。它照到太阳。没错啊。你们都忘记要学那个叫，那你叫一下爸爸。很好。上。你剩几张啊？最后一张。打开，我要看看是什么，难不难？竟然是蝙蝠，不是小鸟。好，最后一张喽，高点。呀、yeah! ，你成功了，游戏好不好玩、啊、？Yes。三款桌游是不是超适合露营或是大家一起出游的时候呢？告诉你，就是玩桌游，让孩子远离手机就对啦。陪伴孩子就是一辈子的爱，爸爸陪我玩，下次见。